而嗱，呢间温泉酒店最近新推出咗露营车住宿。呢个系温泉酒店入面新开嘅露营车，虽然外形睇落好细，但系里面有上下铺嘅床，仲有一张双人床，所以可以瞓到四个人噶。双人床隔篱仲有一个插咗嘅，方便大家可以插下电。另有和式铺，感觉 cozy， 最多可以瞓五个人。衣架、冲凉用品、两口杯等等都有。望下个浴室先，原来里面都好阔落噶。仲有个小型厨房，有简单厨具，仲有小食。打开窗煮下咖啡或者茶，真系好超啊！环境同设备都咁好，饮食同活动方面呢？呢度嘅早餐系每一日有专人送过嚟露营车呢边，俾你慢慢享用。用木箱载住，精致又有野餐 feel， 份量亦唔野少。喺营地呢一边咧，每一日都会有免费嘅 DIY 堂，而今日要整嘅就系铜锣烧啦。老师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好，那待会帮我这边锅都热好，油也好，待会把面糊直接直线往下倒，倒您要的大小就可以起来了。各位观众。嚟到晚餐時間啦！呢度嘅營地咧係會有專人送上 BBQ 嘅材料啦，同埋佢哋仲會幫我燒埋添。謝謝你哦。呢个露营区逢周末嘅夜晚就会有萤火会，喺呢度烧下棉花糖，睇下星星，几咁写意咧！唔止露营车，酒店嘅自助餐厅都全新装修，改头换面。呢度嘅餐厅六月装修咗之后，新增咗甜品部，有总共超过20款唔同嘅甜品，真系有排拣啊！取餐区多达18个，除咗甜品部，仲有新增嘅铁板区。姜汁极黑豚、羔羊里肌肉等等，全部即叫即整，极受欢迎。甜品部仲新增咗呢个氮气冷萃咖啡，唔系间间酒店都有噶。露营车3日专案，住一送一露营车体验。第一晚入住酒店客房，呢间房有个大玻璃窗，可以见到外面嘅平原。天气好嘅话，仲可以见到远处嘅太平洋添。唔少得私人风雷，对住靓景浸温泉，有晒疏干啦。露营车专案，住客亦都可以享用餐厅、风雷、泳池等等嘅酒店设施。温馨提示：营区同酒店有5分钟距离。太多行李嘅话，记得 call 不而去啦。